宠物。那第一名是潇湘。哦，我真的觉得说，大家真的很喜欢这个游戏的那个。排行榜啊，对啊，那你看他第二名、第三名，他这边也会帮你切。哦，那我这部影片，我现在意思是说，第一名他是养的是兔子啊，你看下面有人养龙嘛。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买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怎么去？哎 欸，我真的觉得你们很想给你们扒下去哎，我都已经卡等了，然后你们还卖这么贵，傻眼。我想给他扒下去，我已经叫你扣人了，然后他还给我卖5000，现在是在虐我是不是？哦，Oh my god！各位 sorry，我没有看到那个，我刚才那一句话收回，我没有看到我这么多金币了，好，对对对对。我想说不对啊，怎么可能这么贵？啊，气死！难怪是我没有换到。想说怎么可能呢、啊？金钱就没有那么贵啊，凭什么要给你这样卖？哎呀，就这一口气啊，真的太多了。郁闷剑可以叠穿吗？哼、啊。哎、欸，我买错了吗？按响手，你写好喽。我刚好有一只哎、欸，可以，感谢你。这些为什么这个游戏这么好玩的地方？啊，我一开始有点嘴炮，不要吵我。我现在对爱上了这个系统。他给了好多矿石，嗯，突然变得很开心，稍微稍招呼一下，好，经验值就好了，2亿先找下来。这个游戏绝对热门呐、啊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发现它是奇迹的玩法，对啊，啊，还、哎、呀，我重点没讲。哎、欸，有，说错了，赶快起床，起床，第一名的，